起那种，真的是糟得不行哎、欸！而且这种轻轻一抠就超多，我的皮肤已经糟到连我主管都看不下去。于是他就拿出这一罐给我，黑头粉是升级版金盏花，这一款它添加了水杨酸跟杏仁酸，可以深层的调理肌肤跟睫毛。我来试试看它。如果你是毛孔粗大、粉刺肌、痘痘肌，那这次的升级版金盏花一定很适合你们。嗯，超滑的，大部分的白头啊，你剩下一些顽固的黑头粉刺，而且可以啊。等到他们介绍，那今天第一天就结束喽，第二天 round two。想要拥有好肤质，不想要有颗粒感，那我觉得你一定要使用这一罐新版金盏花。其实你看我皮肤真的非常好，而且效果很明显。你要喜欢，喜欢，耶、yeah。